相声演员马军、思雨上台鞠躬，感谢您的支持。是，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啊，很简单，但是呈现的内容特别精彩，而且我们这舞台画面挺有意思。比如您看我们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俊一丑，一人一狗。哎，狗像话吗？着急干嘛呢？您都说我是狗，我能不着急吗？大家看像吗？谁说像啊？别着急，玩笑。嗯，赔礼道歉，我请您吃饭行吗？啊，吃饭行。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哦，头一道菜是蒸羊羔，这菜有没有？这菜可大补。蒸熊掌，蒸鹿眼儿，烧滑鸭，烧雏鸡，烧死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嗯，十斤。你谁呀你？哥，我思雨。我没问你啊，我问他。这还有人呢？你边上站个人，你看不见吗？你老吓唬我干嘛呀，哥？他看不见我，只有你能看见我。我是你的想法啊。你说什么呢你？我没说话呀。我没问你，我问他。您问谁？这儿有个人。思雨，现在台上几个人？不是，不都咱俩吗？现在台上仨人。啊，我这是胖，不是怀孕。谁说你怀孕了？你这儿站个人，你看不见。你下去行吗？你我不下去。谁下去？不是你下去，你别倒了，你现在就走。谁现在就走？我不是说你走，不，你走行吗？哎呀，你们这太吓人了，真的，我演不了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扮我？就我腿这个长度，我扮得着你吗？哎呀，没法演了。你别走，思雨。你等会儿，这桌子是我的。哎哎哎哎哎！行了，别喊！不是，你这人太可气了，你是谁呀你？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你的想法啊。你是我的想法？就是你的思想。哎，你甭说他看不见我啊，你看台底下这么多观众了吗？他们也看不见我。你们对好了再说呀。没有。你看，也有没看见的。不是看不看见我，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是我的想法。你还是不信吧？不信。我这样，我能知道你下一秒想说什么，你信吗？不可能。哎，你怎么知道我想说什么呀？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你昨天晩上也演的这段报菜名，对吗？对。说到鱼香肉丝的时候，观众报菜名里有鱼香肉丝吗？废话，你不往下编，人观众能给你鼓掌吗？行了，别整天守着那点传统不放了，整天说那点传统相声有什么意思？你得创新呢。怎么创新呢？你得唱啊。我怎么唱啊？你跟我学呀、啊、跟你学。你看我都带着了。你带什么了？你看干嘛呀您这？你看这么一带，你看啊，这样就像说相声的了，你看看是不是、啊、你这不就像小王八了吗？这不就旁边干什么 ？Music， music。Yeah， please tell me that I can't, that I won't, that I fail, that I'll never make it out. Yeah。Please tell me all the bad, never good. Fill my head full of every single doubt, yeah. Please say any negative thoughts. I pop off when I hear people say I cannot. I get off to the thought of proving everyone wrong. I won't stop to the top, so you better back off or get lost. I'ma stay loud, stay proud. Never running out, never heading south. I'll be spreading out, call it word of mouth. Can't put me down, I'll be getting loud. You can have it doused, not what I'm about. Have your f***ing cloud, it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Bitch, I'm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 You don't wanna f*** with me.A slow burn like a disease. Just
Tell me that I couldn't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看见了，不失你传统的韵味，再加上新的元素，这样说相声才是你想要的。以后我就这么说啊，想开点吧，现在相声就得这么说。哦，哎呦，我不能跟你聊了啊，我的时间不多了，记住了啊，想开点。我怎么感觉我时间不多了呢？一定记住啊，想开点，想开点。开了，开了，开了！我想开了，你异想天开了，你吓我一跳！你是谁呀你？我是你呀！我这么高吗？这种出场的方式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了。啊！重来！这人都怎么了？这都。我是你呀、啊！你给我站起来，站站站！你是谁呀、啊、你？我问你，他是谁？他是我的想法。你就这一个想法吗？什么意思？把相声说好，不就是你这辈子的要求吗？你怎么知道啊？因为我是你的想法啊！哦，能说成他那样吗？是是是。拿个话筒，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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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这是要下蛋呀、啊？这是啊？什么形容词？